九遍要吃，白面九遍吃盐三千岁，杀生十愿欲早前夕绝。百妖卷之首，仅次于八岐邪神的不是大妖。众天邪王凭借着未知狐狸与双邪王邪缘，助他突破百妖卷封印。在临人间后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这失色的世界。凭着无上妖威席卷西南武林，残杀生灵无数，对随行身侧的青娘子存有非分之想。过往爱慕对象唯一道者，遂将青娘子当作是那个人的转世，时常袒露内心的渴望，爱恨分明，生杀随性，与八岐邪神似有某种约定。成功转移正道群雄的目标，九道妖威高深莫测，强如夜书，亦一时难以击败。然而青娘子绝不会放任九遍妖痴强害中原，暗中已联合儒道士三教力量，准备一举消灭九遍妖痴。九遍妖痴的痴情能否让青娘子对他改观？让我们期待后续发展。